高圆圆凭借清秀可人的长相和气质被封为国民女神的称号，虽然已经30多岁，但是美丽和气质似乎一点没变。近日一组高圆圆读中学时候的证件照曝光，照片中高圆圆的五官一直是很清秀啊，和现在完全没有差别。就算当时留着短发，但也显得很多气质。高圆圆读书的时候更是因为留短发被同学们称为假小子，相信也是因为这个外号才掩盖了当时高圆圆的颜值啊，不然外号可不是假小子了，那可是女神啊。之前有网友爆出一组高圆圆美照，照片中夕阳下，高圆圆披着一头长发，身穿吊带裙，露出性感纤细的手臂，眺望远方，在余晖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的漂亮迷人。另外圆圆还与员工亲密合照，让人十分羡慕。高圆圆粉丝团通过微博分享了一组高圆圆出席某车展的照片，照片中高圆圆一袭束腰露肩长裙优雅现身，凹凸有致的身材一览无余。